至于最近天天泡在热搜头条的古力娜扎，这片装贝斯手造型的确是很酷很炫，就是不知道弹的咋样。大鹏导演，你确定不用整个替身啥的？说一个很伤心的故事啊，那个因为呢要筹备这个电影，我很认真的，我那个我特别希望我的电影播出之后，大家看到的乐队的演奏是在中国的电影里面没有见过的，因为太真实了。所以呢，我其实给娜扎准备了一个替身，就是弹贝斯的替身，手替。然后每一次呢，我希望就是说那个表演演出的时候，那手替会在。然后呢，前两天我就拍摄这场戏啊，我把手替发过来，最后呢到现场之后发现娜扎弹的比手替还好，然后这弹的太好了，就是那个手替是用不上的，人家也是个音乐人，人弹贝斯的弹的倍儿好，也练了。我是说希望他来拍手的部分，后来我发现大家自己能来，就是完全是他就没用到替身。后来我就走到那个女孩旁边，我说你辛苦了。然后那女孩说了一句话，说导演你辛苦了，我啥事儿都没做。我觉得我这特真实，就那天那个女孩就站在那，她说我什么事儿都没做。我听着我心里面可难受了，我觉得其实我这是一种最一开始对于演员的我叫保险吧，我不能叫不信任，我希望这个东西在电影当中呈现是真的，但是没想到他们其实偷偷练的时候给我吓着了。哦哟，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呀，那还不赶紧现场来一段，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个乐队的综合实力呢。无论黄金流摇雨，打到雷声满海底，都是伤，都是痛的记忆。嘿，我想象的宇宙，就像到了头，全都全在手。我一直都想中几杯金汤头，就像到了头，全都全在手。据说缝纫机乐队六月份左右的时候还会发表单曲呢，当然不是电影当中的歌。如果你又想看电影又想听好听的音乐，那咱就9月30号电影院见。乐视娱乐北京报道。